觉得你们可能不太喜欢我。谁说的？哎，雨桐，你怎么胡说八道的？走，我带你吃早饭。雨桐啊，你姨婆打电话说一会儿要过来吃饭，你去。你妈？嗯，糟糕了，被抓了。雨桐啊，这是。妈，这是我的阿姨，新年快乐！我是一坨的女朋友，我叫乔晶晶。女朋友？嗯、乔晶晶，阿姨是这样的，我跟于图呢谈了好久的恋爱，但是他一直不肯带我来见你们，所以我就只好自己找过来了。啊？对，是我。我觉得。他觉得你们可能不太喜欢我。谁说的？哎，雨桐，你怎么胡说八道的？哎，青青啊，我们怎么可能不喜欢你呢？我真的没说过这个话，他都没跟我提过。提都没跟你们提过我呀？不是，他暗示过我，是我没理解，我肯定是说了什么话让他误会了，对吧？误会了。哎呦，晶晶啊，我特别喜欢你，哎，你演的电视剧啊，我一集都不落的。哎呦，我知道你们是高中同学吗？就是没想到你们两个，阿姨，下午好。啊，下午好。啊，你是晶晶的同学吧？快点快点快进来，哎，喝杯水。他呀马上就好了。哎呀，妈，不用喝水了，快，我们就直接走了。哎，赶紧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大冷的事儿啊？你这么大冷的天喝杯热水再走。就是啊，不怕耽误这一时半刻的，快屋里坐。哎，对，叔叔阿姨，没关系的，以后应该还有很多的机会。赶紧走吧。其实我是晶晶的男朋友，我们谈了很久的恋爱，但他一直不肯带我来见你们，还让我说只是老同学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妈说我对感情不负责任。真巧，我妈也这么说的。我妈说我不照顾别人的感受。真巧，我妈也是这么说的。我爸还插嘴让我对你好点。那都没有，我爸没资格在我妈面前发表意见。你说我们这样彼此诋毁对方的名誉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确定是乔小姐你先动的手啊。啊，于老师你真的好难欺负哦。都是跟我女朋友学的。你女朋友很无辜啊，明明就是你天生心眼多。